你去看我的墙，或是说我的美术馆，或是我的教堂，进去的时候都不会一下子就让你看到那个地方。我希望你透过这个中介空间的一个拉长，然后你慢慢跟这个环境有一种对话。在台湾的山林野地里面，有蛮多城市跟森林之间的交汇的地方，它或许可以思考一些空间，它是可以并用并置的可能，以缩减它真正的开发量。